非常相近。馬英九話：佢喺在任七年以嚟，努力將亦有亦嘅關係中有嘅部分擴大，相敵嘅部分減少。馬英九形容兩岸關係同台灣同其他國家關係同屬於雙邊嘅一種特殊關係。由於互相可活，好多地方要靠自己開創。出名嘅時候更加困難。馬英九話：兩岸關係維持現狀需要好多因素，其中最重要嘅係不動同埋一中各表。大陸標誌遲啲啊！都可以接受，因此七年以嚟兩岸關係越嚟越深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報告，話希臘喺未來三年需要額外500億歐元資金債務寬減同埋還款等嘅措施，否則經濟無法持續。而希臘總理齊普拉斯就暗示，如果公投結果支持國際債券人嘅救助方案，佢會辭職。齊普拉斯接受電視訪問，再次呼籲選民喺星期日嘅公投入面否決國際債權人嘅救助方案，認為有助佢向債權人收取較理想嘅改革方案。但是如果公投結果支持方案，佢會辭職。外界預期或者會提前九月大選。齊普拉斯又安撫國民，話會爭取喺公投之後短期之內同國際債權人達成協議。俾銀行重新營業，佢批評債權人阻止歐洲央行增加對希臘嘅緊急貸款援助，令希臘銀行被迫暫停營業。歐元集團法國總統庫朗德都話：，如果希臘接受否決方案，唔單止唔會令希臘爭取到較寬鬆嘅合作方案，並且有可能令希臘退出歐元區。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希臘經濟可持續性評估報告。話希臘喺未來三年需要額外500億歐元資金債務同埋利息寬減延長還款期等措施，已經發表喺危機。希臘到而家嘅債務達到3000幾億歐元，到2018年債務估計已經佔國內生產總值15%。報告批評希臘改革進度緩慢，例如組織喺2020年預計希臘開課。